风水是一个统计学，也是一个住家逻辑学，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。同样的桌子、椅子跟床，不同的人去摆设，就产生不同的摆设的位置，它就代表一个占卜的卦象。堂、客厅跟灶、厨房没有一个区隔，容易有一个男不男、女不女、大不大、小不小、夫不夫、妇不妇，所以中国人用门来区隔一个格局。头不要像窗，也不要像门，会有莫名的不安全感。这是居家睡眠的逻辑科学，不是我夸张，是经过统计出来的。我苦口婆心，又演又说又唱给你听，都是为了读者对我的支持，我才热烈的演出。这群 DVD 绝对不能外泄出去。